这是 Blue 的班组，我们现在在 Nicobus 三喵餐厅。然后我今天点的是薄葡咖啡，你们觉得超可爱的，超可爱吧？你看，真的有肉脯哎，真的超可爱。然后我点了一个炸物叫香梨，然后它有点像是甜不辣的部分那样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，这餐厅非常的特别，是它有很多巴士。看这边是巴士，超可爱的啊！这边它的柜台有巴士，然后你看整个餐厅非常的明亮。然后特别特别的是那边有一个猫区，猫咪的区域，然后可以玩猫咪，看小朋友正在玩猫咪有没有，是超可爱的。然后都是巴士哦，超可爱。它就在考屯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就是猫咪的部分呢，千万一定要来这一间店，真的是太可爱，可爱到一个不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持续追踪哦。那我就是谢谢 Rory 的班主，我们下回见。然后哎，要记得订阅啊，大家就做我的那个部落格吧，我要来享用我的咖啡咯。